诸位同学，诸位法师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304页最后一行，倒数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，会书云，等觉有二义，一如来名等觉，二呢一生不出位，这是都称等觉。前面的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。于是注经家于此经文亦有两书，一位是注等觉位菩萨于十方世现八相成道，世现八相成道这一桩事情，很多人都能实现。实现心满可以实现，那实住的圆满，实行的圆满，实回向的圆满，他们都有能力实现。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实现呢？不是随自己的意思，这个诸位要知道。初住在原教，初住以上，他已经修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他怎么会实现八相成道？那八相成道怎么实现的？众生心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众生希望见到佛，他就现八相成道。这个是一个地区，众生很多，缘都成熟了。如果一个两个人呢，他用化身，他不用应身，应身呢一定是这个地方很多人缘成熟了，那要实现了来投胎，修道，做这种榜样，佛教里称为表法，八相成道来表法。
一般最多的状况呢，是等觉菩萨。像我们这个世界，现在这一位等觉菩萨，就是一生不处啊，是弥勒菩萨。那弥勒菩萨能够实现八相正道，那这个世尊在《弥勒菩萨下生经》里头说得很清楚啊，将来龙华三会度生无量啊，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个阶段学佛而没有成就，很多人呢，将来在弥勒佛下生的时候，他们会成就啊，在那个时候成就，所以他会实现。另外一种呢，此乃果佛，这个情形很多，已经成佛了，遇到缘啊，也遇到这种缘，恒顺众生啊，像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，观音菩萨久远界已经成佛了，他就属于这一类的。古佛从古相应，示现八相，这是成佛后的利用。总之啊，大觉妙用，不可思议。那如果我们细心在大乘经里面去阅读，你就会看到很多啊实现八相正道的，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在印度所实现的啊，这很普遍。啊，因此这个后头做个总结，总之大觉妙用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不必于此二者强执一说。啊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不妨并存，这两种情形常常有，很普遍。那盖因菩萨众多，境界不一了。摄住啊，这个摄性未圆满。这是讲圆教，摄性圆满就真的初住了，初住菩萨就有能力示现八相正道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十报图里头41位法身大士都有这个能力，何况成佛之后啊，诸佛菩萨在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看到有缘众生，应以佛身度化，他就现八相正道，自自然然的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段，其二，殊胜全德分八啊，这是把八相成道在此地
让我们再温习一遍，通通是表法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。第一段，八相成道分八段，小段，第一段下生，从斗率天下生，你看，是斗率，经文上就三个字。那上一段末后，入佛法藏，究竟彼岸。这末后两句，再赞大师之舍得了。那么经文以及下文的两段，则再赞菩萨，颇于十方世贤八相成道的殊胜全德。啊，这都是善巧方便啊，度化众生呐、啊！经文舍斗率将王公弃位出家，苦心学道，表八相成道，但其位不一，凡有五等。啊，细细去分。真写月啊，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啊，他把这五种啊都说出来了。第一个，如华严贤首品及起心论，你看摄心暖胃，世贤八相，佛菩萨慈悲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，绝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啊，完全是众生，众生怎么样想，佛就有应。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。摄住心满之后，他没有想了，他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反复起心动念，六道叫内凡，四生法界叫外凡。啊，六道出了六道之后，十法界里面的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这个四法界都叫外凡。那佛为什么也叫外凡？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他没有修圆满，他还是用第八识。啊，用第八识，这就是凡夫。完全转八识成四智，这叫成佛。啊，那他就不是实性位了，他是初住，圆教初住。圆教初住，就是中国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见性。他将无始无明烦恼放下了，就讲断掉了。啊，真正的圣人不是凡夫。啊，所以在十法界里头，与他有缘的众生来求度脱，他就有能力现佛身，啊，只要有缘的人，
心里的求佛来度我，他就现佛；求菩萨来度呢，他就现菩萨；求罗汉来度他呢，他就现罗汉。总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，随心因量。这是善巧方便到基础啊。那么下面举例子，占察经，占察善恶业报经，里面说四种作佛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心满作佛，就是起心论华严经贤首品里面所说的。这是心满，他就能实现。心满就离开十法界了。就到一真法界了。到一真法界地位最低。初住菩萨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如大集经中灌顶住菩萨，这是摄住，摄住满位，能与无佛世界世心八相。这个世界众生语言成熟了，跟菩萨有缘，这个信息菩萨知道了，自自然然到这个地方来，世现八相成道。那么占察经里头第二结满作佛当知，这是第二种。你看前面性满、结满、性结行证，这是佛教化众生四个阶段。当他每一个阶段，我们今天讲毕业，都有这个能力，有这种机缘来实现八相正道。第三种，人王经，菩萨教化品。名初地八相，初地菩萨，占察经第三，正满作佛，当知。第四，若如来智得不思议经，说明究竟地。究竟地就是等觉，八相实现。占察经第四，一切功德行满成佛当知。那么第五华严不思议品里头，诸佛念念出生智啊，此名佛后得智，出生八相实现。那么这是果后已经成佛了，遇到这个缘
也能实现。那么前四种因种实现，又是菩萨位，他没成佛。第五种呢，是成佛之后起的业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八相成道是佛是非常普遍的。我们业障重，习气太深，障碍了见性。如果见性的菩萨，他有能力，他的天眼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刹土，看见这些菩萨们以善巧方便教化众生，实现八相成道。太多太多了只要众生有这个念头，菩萨就有应了。世间说明，华严不是一品里面所说的，若以助思，多是第四不处作佛。这是讲经的这些法师们，他们多半讲八相成道了，不处菩萨。像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，也是八相成道。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到地球上来实现作佛，也如是。若依净宗，我们根据本宗就是无量寿经上的说法，此中无所属。不像前面所说的有所属，净宗无所属。为什么？以阿弥陀佛巧方便回向所作故啊，因果功不思议，不可思议。若强论证，勉强说呢？勉强说呢，或者是应该在第五，那就是佛后之种。这本经里所说的。那么由此可见，示现八相成道之人，皆为有五种。一般只知不处成佛所现。这是佛在经上讲的最多的。实际上至少像前面所说的这五大类也，真解在偏重为佛后。种种说法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说无为不妨其有啊，通通有。种种说法的都有道理，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，通通都对。确实有这些四相发生的，全是诸佛菩萨善巧方便。
啊，恒顺众生。这一段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意思啊，说出这五种，就是说要顺众生，不是顺菩萨，不是顺诸佛，诸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，这一点一定要知道。如果诸佛菩萨起心动念，他退转了，那佛起心动念退转到菩萨了，菩萨起心动念退转到凡夫了，啊，没有这个道理，啊，永远不退转的，啊，所以做种种事情是众生的意思，众生想什么，他就实现什么。《法华经》普门品里面的32音，那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53财，那53位善知识都是佛菩萨的化身。啊，佛来实现的是国后。菩萨来实现的啊，是在因位上实现的，因果都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不能怀疑，听古的看古大德的注解啊，古大德不管他怎么做法说的都是正确的。啊，没有说错，我们不怀疑，完全能相信，能信受奉行，我们有福了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幕后这一句总结，盖十方来会之，菩萨无量。其戒位与平等中啊，也不爱差别。里面有摄心菩萨，有摄诸菩萨，有摄心菩萨，有摄回向菩萨，有摄地菩萨，也有诸佛如来，以菩萨身份来应化。这是事实真相，我们都要知道。那么这一段最重要的意义，我们能体会到，啊，给我们的启示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他做到了。什么众生都随喜，平等的随喜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这8个字你要学到了，你是世间大福德的人。为什么？你用平等心，你的心量脱开了，真的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你所修行的跟普贤菩萨相应，无论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都是普贤行。啊，我们要会用啊！啊，记住这8个字。
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啊，若要佛法生，唯有生战生。哪一种生才会赞叹别的生？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自然赞叹的。按用在家庭，就家和万事兴。啊，家庭要平等的。啊，那平等从哪里平等？不是从相上，相上有差别。性上没有差别，事上有差别，理上没有差别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做父母有做父母的义务啊，要慈啊，要爱护我，有养育的责任呢。啊，养是把他养大了，育是教育，把他教好啊。啊，儿女有儿女的责任、义务，要孝顺。要顺从啊，不能违逆，这无论是义啊，义就是义务，必须要做到。啊，八相成道，知本师释迦，于一切诸佛示现成道的通途，通是普通。啊，多用这个方法。为世间人表法。但诸经论，因开合不同，所说一义。八相成道，我们在经典上有看到有七相的，那有九相的，有十相的，到底有多少相？啊，这个你就开惑了。有些一个相分成两个，那两个相合成一个。啊，所以无论怎么个说法，啊，我们现在在此地讲八相，是吧？经论之多数，啊，有种种说法，但是说八相说的比较多，啊，那我们就采取八相，啊，那么再者呢，八相之中啊，内容也不尽同。都必须要知道的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世尊当时说法的时候，因人不一样，因时、因地、因事，随机说法了，听众欢喜，听的人呢，能听懂。啊，能觉悟，这个教学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啊，在讲经的地方不同，听众不一样，所以总要应机。啊，这个应机是以人听众为主，时、地、处、事。啊，这些条件
统统要具足。说法才能帮助听众开悟。破迷开悟，自然就离苦得乐了。那我们看看下面《大乘起信论》里的所说的八相。第一个，从斗率天下生；第二个，入胎；第三个，住胎。第四个出胎，第五个出家，第六成道，第七转法轮，第八入涅槃。起信论上说，但是四教义里头讲的呢，就不一样。四教仪第一个，从斗率天下生，第二个投胎，第三个出生，第四出家，第五降魔，第六成道，第七转法轮，第八软入涅槃。这两个对照，便知四教义是开起信论里面成道为降魔，与成道两个合起来的。那成道就降魔，那合起信论里的入胎。与住胎用一个脱胎投胎，那起信论里头讲两个住胎入胎住胎，那可见两者只是开合不同，内容没有差别。嘉祥大师依四教义判位移的八相，甚合于经词汇集本。所以念老就采纳了啊，这个汇集本里头啊，莲公大师采纳啊，黄念祖的注解就依嘉祥疏啊，经中舍斗率是第一项，将王公啊是第二与第三两项，啊，就是入胎跟住胎，气味出家，苦行学道。是第四项，降伏魔怨是第五项，沉醉正觉是第六项，就沉浮。勤转法轮，常以法印觉诸世间，即以下诸句，这是第七项。那下段文中指，于此种下而现灭度啊，这是第八项。
那么这是根据嘉祥大师，他是以四教义啊判为一本，就是康僧开的本子。啊，那么这个说法年老采取了。下面介绍舍斗帅啊，这第一项，从斗帅天降生。斗帅是梵语音译的，或者呢翻作斗书，读书斗啊，梵文是一个名字，翻译的人疑音不一样啊，所以说疑音有疑。他的意思啊，斗帅是什么意思？要从意思上翻的，翻为妙处、知处、喜处啊，意思就是我们讲满足了。啊，知足，知足就常乐啊！啊，通常用知足用得多，这个里表发意思很深。啊，知足就无求了。中国古人所说的“于人”。无争，于事无求，这两句话用在斗帅天完全相应。斗帅天人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，那这个意思呢，必须要有这种条件才能实现成佛啊，那我们还不知足，还有求于事，还有争于人，跟人还要竞争，这就成不了佛了。啊，这个没有资格成佛，所以不处菩萨为什么要住斗帅天？说他知足了，表这个意思啊。啊，真知足了！啊，菩萨道知足，所以他有妙处、喜处。啊，妙，善巧方便，神通妙用啊！啊，通通具足啊！啊，喜是欢喜，弥勒菩萨给我们实现欢喜啊，在中国我们造弥勒菩萨的像是布袋和尚啊，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啊，他是在宋朝南宋高宗的时代出现在浙江奉化啊，他姓什么名字叫什么生平啊，没有详细记载，高僧传里都有他啊，有布袋和尚啊，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在这个奉化一带背了一个布袋
常常出去化缘，人家给供养他的就往布袋一放，啊，提了布袋就走了，所以称他做布袋和尚。啊，他的名讳没传，只传出布袋和尚。啊，他临终的时候也是非常潇洒。啊，临终告诉大家，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。说完，他真就走了。啊，这个是可以相信。说他是什么人再来的，说了不走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如果说了，就身份暴露了，他就走了，这真的。啊，所以没人知道他，他自己宣布他是弥勒菩萨。以后中国人塑弥勒菩萨就塑他的像。啊，确实这个像啊跟弥勒这个名号相应，知足嘛，常乐啊，常生欢喜心啊，肚皮大能包容，取这个意思啊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劫，没有不能包容。中国人把他的塑像放在山门门口，面对着山门，旁边是护法四天王啊，俗称四大金刚，把他供在天王殿当中表法啊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必须有大度量，能包容，常生欢喜心，你才能入佛门。啊，把它代表入佛门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。好啊！啊，什么人能学佛了？真诚、清净、恭敬。啊，确实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能包容，佛法包容一切法了。佛法里头找不到敌对的，找不到，进门就破掉了。啊，敌对的是什么呢？叫边界两边啊，对立的两边没有了，平等心显现了，有相对就不平等，没有相对的啊，边界两边，善恶是两边，邪正是两边，是非是两边，两边没有了，代表中道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，所以进佛寺的山门，第一个看到弥勒菩萨。啊，他就是教你生平等心，成就喜悦相。佛门弟子处事待人接物，心要公平，相貌要慈悲，满面笑容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你能实现这个相，你是真正佛弟子，让社会大众看到
对佛赞叹，啊，佛的弟子好，啊，不与人计较，不见世间故，啊，对别人都能欢喜赞叹，引物扬善呐，没有人不欢喜。这是独帅的意思。独帅是生平等心，啊，从独帅天下降，啊，下降来干什么？到这个世界教化众生。这个世界与佛的缘成熟了，啊，大家都希望有佛来教化他，所以。菩萨现佛的身份，八相成道，啊，来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斗帅啊是欲界中第四天，内院呢，现为啊，现是现在为弥勒大师的净土，外院呢则为天众。余落之处，啊，斗率天是凡圣同居土，啊，圣人是弥勒菩萨，他的道场叫内院。那么内院之外的，是斗率天人所居处的地方。这个要修大福报，还要修定。那如果只有福没有定，到不了这个地方。啊，只有福报，没有定功，是四王天套里天。啊，他将来生这个地方。如果有定功的，就能够往上面，夜摩天、斗率天、化落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啊，这个里头定功，一层比一层高，啊，越没有断呐，越往上面去越往是越薄，啊，如果越断掉了，他就不生欲界了，他到色界去了。啊，欲界有六层天，他是第四层。啊，欲界是有乐的享受啊。那么第四天比第二天不能比，第二天是忉利天。我们这个世间人一般讲天都是讲忉利天，啊，天上快乐，人间很痛苦，大家都希望将来升到天堂，这个天堂就是四王天堂跟忉利天堂，那这是最普遍的，比忉利天更快乐的夜摩天，比夜摩天更快乐的斗率天，一层比一层殊胜，啊，修大福报。还要修禅定，啊，这个禅定没修成功，叫未到定。如果禅定修成功了，他就到色界去了，四禅八定。啊，他要修得初禅，他就到初禅定去了，他不在欲界了。
啊，福报大，寿命长。啊，六道里边，寿命最长的是飞翔，飞飞翔出天，寿命多长呢？80000大劫。那80000大劫怎么数？这个银河系沉住坏孔80000次，它有这么长的寿命。那么这个银河系要是坏了、空了怎么办呢？它到他方世界，啊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六道的地方，啊。有无色界的地方，他到哪里去了？啊，等到这个世界成就之后，他又回来了。啊，好不好呢？我们现在知道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出不了轮回。那这就不究竟。啊，那究竟法，究竟法里头最究竟，究竟法里面最微妙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天是路去不得了，80000大劫的寿命有到头的时候，寿命到了，上头没有，就往下堕落，爬得高，摔得重。啊，所以必须要知道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无量寿经，遇到净土法门，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一定要把握住啊！六道轮回里面的好事，三善道跟极乐世界同居图来相比，差太远太远了啊！所以要下定决心，真信没有怀疑，真愿。啊，这个世出世间一切统统放下，一心持名，啊，念念不舍这一句佛号，我们跟佛就相应了。啊，将来舍寿命决定往生，啊，往生。要学海鲜法师，要学海清法师。海鲜法师的妈妈没有生病就走了，没有一点痛苦啊！这是真的去了。为什么他们能走得这么自在？他们佛号一天到晚没有离开口，就能做到。所以觉明妙行菩萨劝我们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啊，没有必要说的话不说，把说话的时间改成念佛，这就对了。
觉明妙行菩萨，有一本书叫《西方阙旨》，他在世修行，同参道有12个人，小道长，一点都不杂。在一起修行，12个人个个往生，通通成就。所以道场不需要大了，大道场很难成就人的。来佛寺是个小道场，没人去。所以这个就修行好啊，没人打闲岔了，没有人跟你讲话，里面住着3个4个人，都是念佛。不说话的，开口闭口全是阿弥陀佛。这叫净宗道场，这叫念佛道场。人数不需要多，大家到这个道场来，就一个目标，求生净土。往生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觉明菩萨12个人，志同道合，就等于说。12个人呢，集体闭关，跟外面的外缘断绝，不受外面的影响，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，用清净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念佛。连课程都不必制定，就是一句佛号，站着念心，坐着念心，走着念也行。没有其他的闲岔，一句佛号。像来佛寺一样，一句佛号。老和尚早晨3点钟起床，烧香、拜佛、绕佛，累了休息，床上躺一下。休息好了之后，接着就念佛。你看，念佛、绕佛、拜佛。在一个小道场里，谁都不会上，妨碍谁。真干的，效果那就是往生自在。阿弥陀佛来接你，预先会通知你，你知道什么时候走。真正的自在，我们接着看下面。普要经说法门品，这里头有一段经文，其斗数天有大天宫，明月高床，光长2560里，
菩萨常作，唯诸天人复也经典。那《婆要经》里头，世尊为我们介绍斗山内院。那内院有天宫，那称为高床。这个天宫很大，啊，广长2560里，啊，广长来这个方形的，啊，每一边是2560里，啊，菩萨常坐，这就是弥勒菩萨坐在这个大殿里头，围住天人讲经说法。佛地论第五卷里头也有一段记载，啊，说独思多天后生菩萨于中教化，啊，独思多天就是斗率天，啊，后生菩萨，菩萨最后生，啊，他在向上一提升就成佛了，啊，菩萨在这个地方是最后生，啊，他离开斗率天到他方世界去做佛去了，啊，事先八相正道，就后生菩萨就是一生不出菩萨，此世界故现为三世之不出大事，借从此天降生。啊，这后面这几句是念老为我们说明的。啊，像弥勒菩萨，他现在在斗率天。啊，他就是一生不出菩萨。那宋朝的时候，在中国现的像是出家人的像，不带和尚。啊，现的是比丘身。啊，一生油画。居无定所，啊，教化众生，用仁慈包爱，用欢喜心，弘传佛法。念老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世界就娑婆世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三个阶段里头，都有佛菩萨在世间示现，教化众生。啊，不出大事，像弥勒菩萨这种身份的人，都是从斗率天降生的。啊，下面这一段，我们看第二段：斗率天下降，出生，出生在哪里？在皇宫，
为什么要出生在皇宫？是为了表法。啊，世间人争名逐利呀，啊，觉悟的人呢，他名利是现成的，他要不出家，他继承王位，他是国王啊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。他能把这个舍掉，别人要争，他现成的，他要放下。这表什么意思？国王，人王。仁慈的国王，圣王啊，中国人讲古圣先王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，这个功德。还有比这功德更大的吗？有。舍弃王位啊，宫廷富裕的生活，去出家修行，成佛、成菩萨、成阿罗汉，这些人他们的功德超过国王，他用什么？积功累德，他万缘放下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善意一波，一生都在教化众生，教学的功德超过做国王啊！在中国有个代表啊。你看孔子，看孟子，他们一生教学，多少帝王死了以后，谁知道？孔夫子、孟夫子，谁不知道？啊，提起这个两位，真的是大教育家。这两位老师，谁不尊敬？谁不仰慕？谁不赞叹？啊，他的教学影响到今天，2500多年，影响到全世界。啊，历代哪个帝王能够比得上？你要想通了，你就明了为什么他把王位舍弃了，他就出家去。你就想通了。那如果真的想通、想明白了，他出家修行正果，他要想用王位来教化众生，来治理国家，做一个好榜样，到天上去了，天王啊，
九衰天有天王，化乐天有天王，大自在天有天王，初禅天有天王，大梵天王，四禅天摩西首楼天王，这些人都看缘分，有这个必要的，他实现的。应以天王身而得度者，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。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，中国人讲360行。现在这个世界行业不止啊，行行里面都有佛菩萨在其中。所以这个社会才有安全的。佛菩萨何以在其中呢？要有众生相续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因。众生不想学，佛就不来因了。要知道，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，佛菩萨有真正的爱心，这个爱心叫慈悲。慈悲也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凡夫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法身菩萨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佛菩萨之所以令人尊敬、佩服，达到基础就是他没有自己，完全为众生，而且呢，很顺众生，这一点非常难得。在顺众生里面，以善巧方便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真实的教诲啊。我们看到海鲜老和尚，他说他那个小庙吃的是苦，穿的是布，穿的是布是真的，吃的是苦啊，不是真的。他们自己种粮食，自己种蔬菜，种水果都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农药，没有化肥，没有污染。所以吃的是最好的。快乐无比啊。他这个92年生活在极乐世界，物质生活样样缺乏，
但是精神生活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，他没有烦恼，他没有忧虑，他没有牵挂，他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除了什么也没有。你就想到他多快乐，啊，这个乐是自然的，也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啊，问题，你不把你的乐找出来，你要受苦受难，这个过错是在自己，不在别人，别人没办法干涉你。啊，你看他一个人多自在。但是我也想修行，没人供养怎么办呢？不需要，自己老祖他教你这个方法啊，一个小庙四五个人共修，只要有五亩地，中国的五亩地，面积不大啊，自己老祖生活就不成问题。啊，海贤为我们实现这个。啊，生财之道不难呐。一个小的行业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，不求发财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任何一个行业都能保住你的基本的生活，佛菩萨保佑啊！啊，你是个好人呐，鬼神对你都恭敬的。啊，海鲜老和尚身体好，阿弥陀佛加持他，护法前来加持他，啊，精神好，体力好，啊，又肯干，啊，他开荒，十几片地，总共面积100多亩，这一般人做不到。100多亩，种的粮食啊，蔬菜水果非常可观的，他没有拿去卖，救济贫苦。乡下很多人年岁大了，小孩出去打工，家里留的是老人，有的时候老人吃的都没有了，他供养接受他布施的、供养的，成千上万人。他能不快乐吗？快乐无比。啊，他完全用他的行动视线深求啊，一生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人，
啊，没有说这个人好，那个人坏，啊，只是说人好，没说人坏的。啊，别人真的犯了过错了，他有善巧方便，把他扭转过来。方法都非常高明，那是智慧流露啊，法喜充满，这个日子过得快乐啊！要真正放得下，你就快乐了；放不下的，全是烦恼。啊，放下，把烦恼放下，忧虑放下，牵挂放下，通通放下，只剩一句阿弥陀佛，怎么不快乐？过的极乐世界的生活，啊，佛让他表法，最后一个法特别明显。啊，那是帮助尽忠解决疑难。啊，尽忠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。啊，遭遇到困难。许许多多人批评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，啊，不许流通，啊，批评黄念祖老居士的大境界，啊，无量寿严注解。啊，说我们依据这个本子、这个注解修行错了。说的人多，说的时间长，所以许多原来都依会集本修行的人都改了，都把会集本放弃了。啊，念老的注解不读了，不看了。这个问题严重啊！我没有受影响啊？为什么？我相信我老师，我老师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。我跟他十年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啊，下莲宫这个会集本是他亲手给我的。啊，我要是放弃了，改学别的了，那我的罪名真的成立了。背思叛道啊！背思叛道跟不孝顺父母，这是最重的罪业啊！所以我那在那个时候，我常说，全世界的人都反对，我还天天学这个本子啊！为什么？老师给我。我相信我的老师，我永远不会改变。啊，无论压力多大，多少回报，我能够受得了，修忍辱波罗蜜。
啊，我每天还是读这部经，讲这部经，依这部经修行，求生净土，我没有丝毫怀疑。啊，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些表法，许许多多人信心增长了。这个汇集本是佛教从梵文翻成中文。翻译当中有很多汇集，那个时候不叫汇集，叫合集。啊，几种合在一起，就是汇集。啊，汇集的经典很多。啊，42章经最初翻译就是汇集。那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，揭露、揭要的。啊，就像这个群书之要一样，啊，那就是汇集的，啊，汇集东西太多太多了，怎么说不能汇集呢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《僧赞僧》这部书里头，幻住的问答。解释得非常清楚，啊，老和尚拿到这本书做最后的表法，肯定汇集本是真经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是正确的注解，啊，都是佛菩萨祖师大德所说的话，没有说错，我们依照这个本子，依照这个注解修行，一点过失都没有。啊，是正确的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大道，成佛的捷径。啊，断疑生信的。无量功德了。老和尚用92年一句佛号成就，为我们做保证。啊，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。啊，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发菩提心，就是发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心，一向转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，其他的统统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念佛要分秒必争。啊，我有一秒钟的时间，我念一句佛号，不要过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啊，我们这样做法，修学，对得起下莲居老居士10年的汇集，对得起黄念祖老居士5年带着重病为我们汇集成这部注解，注得太好了。啊，读到他的注解，疑虑完全消失了。
啊，正信现前了。啊，所以我在晚年华严、法华、楞严统统放下了。啊，一心一意，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无量寿经，都用在念老的脊柱上。啊，我提倡的是一部经，一个注解，一句佛号，保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成功了。那这是我们要感恩。啊，我们对于过去对这个法门有疑惑的人，有批评的人，甚至于毁谤的人，我们都生感恩的心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没有这样的严重障碍，怎么能感应的阿弥陀佛嘱咐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，增长我们的信心？你从这样一看啊，过去这个十几二十年这些事情，好事不是坏事啊，我们要感恩的。啊，没有这些障难，就没有佛菩萨的表法。啊，两边都感恩。啊，我们心里头没有丝毫怨恨。啊，只有感恩，只有认真学习。一个是从正面教导教我们，一个是从反面教导我们。啊，反正两面都是正上缘，都是帮助我们提升。啊，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。啊，对于这个世间法，没有丝毫贪念，纵然受种种苦难，没有怨恨。啊，刚才说了，不但没有怨恨，有感恩。啊，我们总算一关一关都通过了。啊，我们随顺祝福，我们也随顺众生。啊，常随佛学，我随顺祝福，恒顺众生。啊，众生无论用什么心态，用什么手段，我们都能够忍受，都能够感谢。啊，他在考试，严峻的考试，我们关关通过。啊，无限的发喜。啊，我们的境界年年都在向上提升。啊，没有这些挫折，怎么提升上来？啊，所以有同学看到我们的小佛堂，啊，供养这些冤亲债主的长生派位，那为什么还要供养他？感恩。
善心护法给我们营造的是善缘、顺境啊，对我们不了解、有误会的这些同参道友们，给我们制造许许多多的障碍，是来考验我们啊，是用逆境、不善的缘，也是帮助我们提升。由此可知，中国古人说得好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外面境界没有过失，我们要会用啊，顺境好，逆境也好，善缘好，恶缘也好，全都帮助我们提升。啊，对我们都是有缘人，都是有恩德的人。啊，我们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呢，祝福他们呢，消灾免难呢，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啊！啊，更重要的，祝福他们得佛力加持。能够回归自信，啊，明心见性，成为佛门大善知识、真善知识，来救度一切苦难众生，在经世、经处，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啊。真正帮助众生一生成就的只有这个法门，只有这一部经典啊！希望大家努力，我们要用行门把经里头所说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，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，经典的奥义我们才能体会到啊，真的受用啊。啊，那么将王公降生于王公，能舍富贵啊，世中寒舍第二相的脱胎与第三界的出生啊，包含在这个里头啊，将王宫里面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脱胎，如因果经云，于是摩耶夫人于迷雾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空而来，从右胁入，身陷于外，如出琉璃。这佛经上的话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他以不处菩萨的身份，从斗率天下讲，降生到摩耶夫人的皇宫，啊，净饭大王，他的父亲，摩耶夫人，他的母亲。那摩耶夫人知不知道？知道，有瑞相啊，
啊，他见到菩萨乘六牙白象啊，从空中来，从他右膝入胎，啊，身让别人能看见，啊，这都是神通实现。啊，至于出生，这是入胎啊，出生呢，则如《涅盘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从摩耶，从母摩耶而生，生息周行七步，啊，他出生，乃至四维上下十方，啊，四方四维上下十方，净严书里的书，与十方啊各行七步，视线丈夫分寻之力，与十列独处无为也。啊，又为一本里面说，从右胁生。他入胎是从右胁入，出生呢从右胁生。释迦谱里头也这样说，菩萨渐渐从右胁出，出生的时候，啊，妇人是在陵园里头，啊，摩耶妇人右手攀着一个树枝，啊，佛从右胁出来，啊，释迦谱里头也有这个记载，菩萨渐渐从右胁出。那么像这些经典上记载，现在一般人不能相信。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？世间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，我们不能够理解的，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事情，无量无边。啊，科学能解释的是少分。啊，科学能解释是真的，那不能解释的，就不是真的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有个老人照顾我。啊，那个时候他老人家70多岁，他跟李老师同年，也是老朋友，朱金洲老居士，学科学的。啊，抗战期间，他住在重庆。啊，他也是地方官员，主管税务。啊，四川省跟西康这个两省税务，他做这么大的官，
他说他给我讲学佛的因缘，他为什么学佛的？啊，有一天晚上几个朋友打麻将，打到深夜才回去。抗战时期，资源非常缺乏，重庆有电灯，但是电灯的路灯呢，很远才有一盏灯，20之光。啊，所以就像海上的灯塔一样，让你有一个方向。啊，地面上都看不清楚，啊，你有走路的方向。啊，半夜大概2点多钟回家去，那个时候官做的再大没有车，走路啊。啊，发现什么？前面有个女人，妇女，在他前面，他也没有在意。啊，反正前面有个人就是。但是走到半路上，这路走得很长，啊，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。啊，半个小时之后，他忽然想到，夜这么深，这样的深夜，为什么会一个妇女出来走路？啊，他这么一想起来说，他汗毛直竖。仔细看前面这个人呢，有上身没有下身，那飘着走的，他就知道那是鬼。如果他一生没有真正看到这个，别人怎么讲他都不相信。他亲眼看到，而且跟他一起走了半个多钟的，绝对不是眼花。啊，绝对不是错觉。他说，他真正幸福，相信轮回，这是让他亲自看到。啊，出一身的汗。啊，然后他的岳父章太炎。啊，章太炎的故事也很多，他听了很多，听了不少啊。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完全接受，他知道老人讲的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不能说我没见没亲眼看见就不相信，啊，亲眼看见就相信了。啊，我们也是，我没有见过鬼，我见过狐狸精，啊，真的，啊，他变成人的像。啊，抗战时期在湖南衡山，啊，我们住在同一个房子里，他住楼上，我住楼下，我总想上楼去看一看，那时候母亲禁止，决定不能上去。啊，可这个狐狸有时候会下来散步，我们就碰到了。啊，面目不清楚，没有人可正面看过他，都是侧面背后，穿长布蓝褂，啊，长衫，长布长衫。啊，真见过的。我见过几次无法想象的事情，啊，绝对是真的，不能不相信啊！啊，那我们相信科学要再过个若干年、几十年，也许把这个事实真相揭穿了，啊，让用科学的方法能证明。现在外国有用录音用录像，啊，确确实实录到轨道的活动的样子。我在美国看过这些资料，啊，他们相信，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啊，特别什么
是外国人喜欢这个知道这些事情啊，而是在催眠术里面起很大作用啊，催眠让这个人在催眠状况之下说出他所看到的、所遇到的啊，现在的、过去的，他都说得出来，把他录音全部录下来，让他醒过来之后让他自己听。他现在跟哪些人什么关系，过去生中都有关系啊，所以能有很多忧虑疑虑又在这个方法化解了，化解他就恢复正常啊。经典里面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相信啊，如果不是真的，不可以写在经典上，不能流传到后世啊。佛家无界里头就有不妄语啊，怎么可以把佛写成一个神话的人物啊？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今天有这种怀疑的人有啊，他也影响一些人。我们希望科学再往前进步，能把这桩事实用科学方法证明啊，这个问题才彻底解决啊，断一切众生的疑惑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